近有网友偶遇谢楠参加亲子活动，戴帽子墨镜乖乖坐在操场旁边等候，当真擦亮眼睛看看这位朋友，看得出来她是孕妇还怀孕八个月了吗？可能是儿子上场了，谢楠瞬间化身迷妹，不停拍掌叫好给孩子打 call。标准迷妹了，看起来怀二胎八个月的谢楠状态非常好，重点是依然四肢纤细，坐下来根本看不出肚子，这简直神奇了。前不久谢楠和吴京去产检偶遇钟丽缇还晒了照片，两位孕妇的状态都超好，但不得不说骨架偏大的钟丽缇站在小鸟依人的谢楠旁边就显得略大只了一点，牵惹谢楠的脸也太小了吧，这么看肚子看得出形状，曾经忽然怀孕忽然就生产的昆凌已经是孕妇界的高手了，尤其在怀头胎的时候整个前半段悄无声息，看不出她已经怀孕，这张已经是怀孕后期了，难道是胎儿性别的关系？昆凌第二胎生儿子临盆前举办派对，这个肚子就非常直观了，哈哈哈哈，好圆滚滚。现在谢楠打破了昆凌的怀孕神话，八个月了体型体态完全没受影响，毕竟健身狂人谢楠在孕期也做不老实，坚持运动，还运动的都是些高难度项目，怀孕中期是这样，现在到了后期稍微降低了难度，至少脚不离的了，毕竟儿子这么迷你的时候就进过健身房啊，萌兔奶，马上这个小小人就要当哥哥了，不知道会不会是未来的武打冠军。